且合掌给我一起念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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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劫万劫难遭遇，百劫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各位法师、各道友，大家上午好。阿弥陀佛。今天我们继续接着讲勤福之道的四谛法门。底下那个圣文：夫为阿那说，缘起亦甚深，实有故悲有，实深故悲深，无常空无我，为世俗皆有。这叫出世的解脱法门呢，不出于呢四谛缘起的两大纲领。所以呢，说到出世的废学，也就是呢通达缘起不知四谛的智慧。现在呢，我们先从呢境界缘起来说。上面说到的十二缘起说的，在一般人的心魔里边，这不过呢是烦恼起业、业该苦果的说明。这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延续，并不是人造而已。这是部分的分别发现的佛学者也每每呢如实认为。如今的是这样，这不过呢是缘起的世界境界，怎么能解脱生死呢？所以呢，当时阿那叫曾经呢代表过这样的见地，因为呢缘起是很好懂的。佛教因此为阿那说，被诸缘起生的其意甚深。缘起的意呢是甚深甚深，如大海一样的，不容易呢测度到底的。我们呢要知道，缘起是佛在菩提树下觉而得来的。不要说人，就是天啊、玉皇大帝之类的，和魔王、这个法天、耶和华等，也都是不能呢通达的。这是呢佛法超越了世界，胜过世界的根源，当然是甚深即甚深，难通达即难通达的了。缘起实际呢实在的太深了，如善知的因缘现身，说明了生死的无数延续，这就是甚深的了。再来观察我们众生的生死，始终在这样的十二支的行情下流转。只要是众生是生死，就超不过这个十二支的序列。所以啊，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序列，要照必要性呢和普遍性，从因果的不同事实来误解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理性，要坚定的信解，这才能够得到初步的成就。但还是要呢深入彻底领悟，更深带经义。佛在开始缘起啊总是说以实有悲有，实生故悲生，也就是说啊，我们越行行越实，实越老死，生越老死。我们要知道我们行乃至老死，这十二支的因果现身呢是缘起的事实或缘起的序列。而这呢实有故悲有，实生故悲生，才是缘起的法则。因果的所以称为因果，生死的所以称为生死，是离不了这个的。实有故悲有，
思神故悲神的定律，这样呢才走进了缘起事物的一般理性了。试问因果到底是什么意义呢？怎样才成为因果呢？以佛的开始缘起来说，是要存在的意义，这个不是自由永有的存在，而是生灭的存在。所以呢要说生，生是泄起的意思，越彻底的意思说存在的就是生起的，生起的就是存在的。那么为什么会存在，为什么会泄起呢？这是呢离不了因缘的，与因缘的关系啊才能呢存在的泄起的。这个缘起呢也是存在的泄起的，它若不是存在的或泄起的，就不能成为无法存在与生起的因缘了。这个因缘呢自身既然是存在的泄起的，那当然呢也要依于呢另一个因缘，就是另一因缘呢当然也不能不是存在的或泄起的。这样的呢心可观察起来，经世界的一切事事物物啊，经一切众生的生死死生，无非是情理于这样的一个原理，因有存在，所以呢故存在，因生泄起，所以呢故泄起，一切呢都是以因缘的，也就是呢离不了因缘的，离开了因缘就不能存在的。以这个呢时有故非有，时生故非生的定律来观察起来，什么呢都不是自由的拥有的，一切的世界一切的生死，无论呢是前后的或者是同时的，都无非呢是辗转相生的，相依相待的存在，辗转相生的相依对待的存在，才能来成为因果。所以呢从虎物境的时有故非有，时生故非生的因果定律，就能呢证解因果的深意，而不是庸俗的因果观了。依照这深刻的因果观呢来证观一切，就能正确的了解一切是无常的，是空无我的，存在与生起的一切法都是无常的。你看世界在形成之后而灭坏，国家在兴盛之后而衰亡，众生在生成之后而死亡，如出现的时候啊是一切的无常，如气节的情坏，众生的生死似乎呢都经过了一安定时期，然后呢灭尽。但微细的时候呢是刹那无常，一切呢都是刹那刹那的生灭者，产生即灭而不住的。这一切呢为什么会是生灭无常的，这个呢就是缘起了。从因缘而有的不能不依于的因缘，缘尽没有了也就归于没有了，一切呢都是从因缘而生起的，当然呢以缘而灭了，以缘而存在于生起的一切，必然呢会是呢啊生灭无常的。经中就说到无常，用无常、无永恒啊、不可保胜、不安稳来说明。所以呢，因缘所生的一切法，与众生的自体来说呢，都是不永恒的、不可靠的，啊，末了最后呢，总是呢归呢灭尽的。说到空有无我，所以呢做多种不同的解说，现在而且以无我来说啊，这个我是什么呢，是主宰的意思，主呢与他不相干，自己做主，宰呢是别的要我来支配，总的来说呢我是自由自在自足的，大家呢都觉得有我，
一般宗教呢也都说众生，或者是作为人类来说，每一个我啊，有的呢叫做灵啊，灵性。但我呢在哪里呢？是怎么样的那一个我呢？一般人没有考虑过这些。到了宗教哲学家的手里边呢，这一方呢推教，这个问题多了，意见呢也就分歧了。但总的来说呢，觉得不能没有查着不备的自由自在的东西作为众生。我们人的生命主体，并且觉得这个查着自主的，也就是安乐的，在将来呢才会可以回到呢天国或归于解脱，去享受永恒的自由。可是呢，在佛的正观中间啊，像他们主张的，我是并不存在的，众生呢不过是别的，只是呢五阴呀、六处呀、六界啦，只是生生的因缘现象，存在于升起，这一切呢是不喜的流变，哪里有一个查住不变的我呢？是相依相待的存在，哪里有独立的我？不查住，不独存，在哪里有自由、自足自由的乐的我呢？在无常无我的境界啊，是佛所查说的舍，对一切法无常的，无常即苦，不安稳的，不自由的，苦呢即非已有啊，非我，非我呢也就是非我所。如果你这样观察，名为呢经史的正界，这样呢你就观察七世界也好，众生也好，一一法也好，都为是呢世俗的皆有了。你取出了世俗的皆有，什么也不可得。什么叫世俗呢？什么叫皆有呢？世俗呢是浮虚不实的东西，经我们啊一切众生的虚妄分别心啊发现的一切啊，觉得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觉得啊，心里觉得这个的，觉得就是称之为为什么。我们庸俗所谓认识的一切啊，体质、形态、作用，一切都是世俗的，世俗的就是皆有的。皆有呢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啊，施舍而有的意思，也叫做皆有。这就是呢以因缘啊存在而现起的。这虽然呢是因果法则力量不乱，但这是呢叫施舍而有的。佛呢在安和的圣意空经里边就说道，是无常的，空无我的，出俗说法，俗说法者与实有故非有，实起故非起。所以呢无常无我的一切啊因果法，复成为世俗的皆有。举例来说吧，我们人呢是六根取净，引发了六识的综合活动，但是呢如我们的眼根能见色，因为呢能见色，所以呢确定有眼根。但到底什么是眼根呢？其实呢也不是啊生于目镜，也就是说啊眼生是呢无有来处，目是呢无有处处。因为呢眼根是缘起的有，缘起的生，你也不能想象唯有以精神的眼根从哪里生出来的。说到见色，也不是由于独存体能单独啊负起见色的作用，见色也是要有种种关系才能成就的。所以啊也不能说要精神自体的眼根能够见色，这样呢眼根呢是财生即灭的，
你也不能写下为有一个经史字体的眼睛，问到哪里去了？所以呢，圣意空经的开示告明白了啊。所以世界的一起啊，不论是七世界众生一色一心，都是世俗的皆有缘起的存在，这是无常无我的。他在这种下瓜下一下带下，众生是和和的下续的存在，流转不绝于呢生死大海，生死世生的下续不断，也就是轮回不已，苦痛不已。底下的一个圣文呢，叫法灭门，实无故悲无，实灭故悲灭，缘起空寂性，亦被福圣身。我们观察呢，无常无我的生死，从烦恼起业，从业呢起苦果，要从苦果呢起恶业。这缘起的生死，是否会永远不断的生死流转下去？不，生死是可以解脱的。为什么可以解脱呢？就因为呢，它是缘起法的缘故。佛呢，在开示了缘起的啊生死流转以后，接着就开示了生死的法灭说：实无故悲无，实灭故悲灭，以无明灭，在行灭，行灭呢故实灭，甚大苦聚灭。缘起法是依于呢因缘而存在的，法是依缘而存在于升起的，那就不会是察痕不变的，存在的会归于不存在的，升起的终归会灭尽。生死法是一下在即生即灭中，它由于烦恼业的不断消续，灭要生，所以呢苦果也叫不断的消续下去。如果能禁止我们烦恼的无明爱灯不起来了，那业力呢也叫的消息了，生死呢也叫停止了。如风啊水呢是瞬息不住的，可是呢风吹不息，水脚呢兴起了大波浪，一顷顷的起伏不断，风一挺呢海角呢波奔浪静了。所以呢生死是可以解脱的，是因为呢生死是缘起的解门友。这个呢佛在阿含经里边曾经这样说过：不借一法苦取者，无罪故者。所以呢如此取者十法，要说没有是错误的。经是有的，是不可能成为没有的。如说是有却没有，那思想上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佛不是这样说的，生死法是缘起的皆有的，所以呢叫不可取者的，并没有以经史的生，也就不是由于死法灭去了。这个呢从如法的缘起法中呢发现了生死解脱的可能性，也有时呢就到达了不死解脱的境地。怎么能到达呢？一切法是缘起的解明解法解我，是如法的，是无常空无我的。而无明呢，我思我见我慢我爱等一切的烦恼却迷蒙了惊吓，把一切法众生呢可就是经史的想象呢，唯有永恒自觉的我，一切呢从自我中心去活动，于是呢到处执着，找善恶业而流转了。而尽管缘起通达是无常无我的，那自我中心的握执失去了对象，烦恼也就不起了，烦恼也是缘起的生灭，生死也就解脱了。佛所以这样说呢：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，生弟子呢做无我想
心里我骂，圣德灭牌。我们尽管缘起的无常无我，是令烦恼而解脱生死，名为呢得波灭牌。灭牌到底是怎么的呀？就是啊，心而更深的。无为阿那说呢，有为法，有无为法，也就是缘起无缘起的空寂。又说呢，亦被福圣心，如说呢，是圣心处，虽缘起有为，被福圣心难见。所谓的一切呢，取离爱见无语，涅槃寂静。这就是大清经中每一大海譬喻生死缘起的深广难测，而以最深的海底来形容最极甚深的法性。缘起是现代的简明，众生呢为无明所蒙蔽了，不见缘起的本性空寂，也叫不知啊，但是无常无我的业果现许。若今等呢，尽管缘起不屈不着，断尽烦恼，生死永息，那叫体证了缘起发性的空寂。在镜下呢，风腾了，体现到呢波平浪静一样。一般来说呢，声闻弟子是即时悟入的，从无常通达的无我，从通达无我，离我所见。我爱顶啊，切入了这个涅槃，这就是呢从静观缘起而来的。缘起是与呢空寂相应相顺的。如阿含经教说，如来所说呢，修陀罗甚深明照，难见难觉，不可思量，微迷决定明之所知，空相应随顺缘起明。这是呢唯净方知的甚深广大无了无数永灭。换句话来说呢，就是没有边际可说的，是超越了简明相待的际啊，不可啊，数量说的也不可啊，一些相为在时在悲的，我说呢与未来世永不复起，如自东方南西北方世界波澜，其啊甚深广大无了无数永灭。那不是没有了吗？不能说是有，也不能说是没有。如说啊，离与灭兮莫疑，我疑不应说，无疑不应说，有无疑不应说，非有非无也不应说，离诸虚伪得莫不涅槃。实在佛说，总的来说呢，就是超越了假名现代界的缘起，而切入了绝对界，什么也不可说，说着也不对。它这是从静观啊缘起的空寂而切入，这就是呢缘起发性的实境。底下一个说明呢，叫中道的意思。此是佛所说缘起中道义，不着遥无界正界的解脱。上面所说的是佛在阿含顶经里边呢所说的，名为呢缘起中道义。中道呢是正确的、恰好的，没有呢偏差，不落于呢两边邪见的。佛法的中道观呢，是从缘起法的正观中显示出来的，为佛说法的根本立场。所以呢净观也称为呢中观，正法也称为中法了。说到呢不落二边啊，经中呢对于众生自体说的，众生呢是缘起的生灭，缘起呢是不落二边的，不像我们众生呢边子所显现的都是呢一佛所清理的。如说呢，若见念命即是身，被化形者所无有；若复念见
你的身啊疑啊命疑身疑，发心在无所有，于十二比啊心说不随，正下中道。也就是说啊，曰生老死，曰无名，故有形。这是呢，不依不二，不依不异的曰其中道。要如说呢，自救自受，自觉，这都察觉；他作他觉，这都对觉。意思呢，法说理十二别出于中道而说法。所以呢，时有故悲有。要如说呢，如先来有我，这是察觉；于今对灭，这是呢对解；如来呢离于二别，处中说法。所谓呢是事有，是故事有，这都是呢不察不对的中道。佛说中道呢，都是以缘起而立论的。最重要的是说呢，不有不无的缘起中道了。佛为呢沙陀扎解疑说过，不如有无二别的缘起中道。扎解疑呢是不着一切相而深入圣一场的大师，大清龙树菩萨所著的呢中观论，梅勒菩萨所著的与其师德论，都引进了阿含经的教授来说明诸法的真实相。所以呢，这一教授呢，在抉择佛法的缘起境界当中呢，有着无比的重要性。佛呢对扎解疑教说，世人跌倒啊，一于二别，入遥入无。佛的生弟子呢，尽观世界执着，则不生世界无界；如是尽观世界灭着，则不生了解。扎解疑啊，如来离于二别，所以中道。所以呢，时有故悲有，时生故悲生；时无故悲无，时灭故悲灭。换句话来说呢，世人呢不知呢缘起义的跌倒之责，不能呢退于二别，遥界无界的哭叫。佛弟子呢以缘起的法境观，那叫不起遥界无界了。譬如说呢，世间人借人生拉出来叫滋味是实有的，而起遥界，等到死了，大多是执着十五就起无界了。要如在生死流转里边呢，一般人只为实有的听见了，听见了生死如木牌，叫执着意味是无了。我们世界上的人呢，应是大多数呢怕无常、怕空、怕木牌的。但是呢，佛弟子是依照缘起中道去观察时，如见到了世界灭，也就是呢生死解脱了，叫不费其遥界。因为缘起罗化的相对性呢，在灭牌即灭中呢是不能清理的，而且呢即是可灭的。在生起时，也叫呢绝非实有，实有是不费一缘而灭的。如见到了生死世界的极起，叫不费呢起无界。因为呢缘起的罗化皆有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，而且呢即是可生的。在灭的时候绝非呢实无了。还有呢，了解缘起的时有悲有，时生悲生，就是世界极。所以呢生气啊泄起的时候，知道缘起的流转下去，不会觉得一时了事，而且无界的。了解缘起的时无悲无，时灭悲灭，当生死解脱的时候，也不会执着是要我得解脱的。总的来说呢，一切是缘起的，唯是缘起的寂灭，并没有呢是我是法，所以呢不起遥界，没有是我是法，所以呢也不会起无界的。今能啊尽管缘起，就能呢不着遥界，不着无界，以中道境界而得解脱了。
沙雪的金沙废雪是甚深般若的，把净道的境界都是缘起的中道观。所以呢，佛弟子能不着察我，不断待察，不落一意，不落遥无的执着，破无明而了脱生死了。底下呢一个拜诵文呢，就讲净自己的问题。要复正解者，即是四谛会，如实之四谛，应断即应修，何苦灭应净，要灭得灭牌。出世的解脱法呢，也是以缘起即四谛法门为纲要的。所以呢，说的正解呢，除之缘起的即灭外，还有四谛的正解，这是经中特别重视的。正解流转法灭的缘起法是因而起，因而灭的正解，它这不是呢空洞的因果观，要空观，而是无明缘行等的一缘而有，无明灭而行灭的一缘而无，这个因果相依的必然性是中道的立场。如法皆有缘起的观中，正确的体现它，深入到离后净经的圣境。四谛呢也是因果的啊，苦有集而生，莫有道而证，这是世界与出世界两重的因果。观察的对象呢，还是呢现实苦迫的人生，从苦到乖而集啊，如从老死而乖到爱取为缘，到无明为缘的一样，然后觉到了极灭在苦灭的灭地，如知道无明灭在行灭，无老死灭一样的。他怎么样能啊对极而净灭的？这就是呢要修道了。道呢是净灭的因，也就是说达成呢啊极苦灭的对象对治。所以呢要知道啊四谛之缘起并非呢不相关的，虽然缘起也可呢做四谛观，如老死、老死己、老死灭、灭老死之道。经中所问的是四之，所以呢缘起正解也即是之四谛会。不过在说明上呢，缘起法门着重于序的啊系列说明，四谛呢着重于横的分论而已。佛当时在轮叶语呢，最初呢以五比丘大转法轮，就是说四谛法门，也就成为呢沙转十二行下的法轮，明白开示出对四谛的四谛深入。当时呢佛先呢指出了那些是苦，那些是集，什么是灭，什么是道，这应该呢是开启分别详细指示的。不但要知道哪些是苦的，哪些是苦的基因，苦必从己身，有己的必要苦等事理，而且呢要知道这些苦是真实的苦，具有不苦的必然性啊，这是第一转的事情，要开始啊使其了解心意的信心的。接着呢佛更说苦是呢应知应该升起了知体认的，能升起性觉世界是苦迫性的，才会呢法身业力世界啊这个桥下解脱。即是应该断的，不断呢变成苦果，不能处理生死了。灭是应该净得的，这才是解脱的现实。道是可以修习的，不修道是不能断极而净的目的。这是呢第二转事情，要求大家呢应该呢知苦断极，净灭修道，从知而行，从行而去实境的。接着呢佛再以自身的经验来告诉弟子们说，苦啊
我也是彻底的深知了己呢已经断尽，目已经的正德，道已经的修学完成，也就是说呢，我已从四地的知对进修中完成了解脱生死体系涅槃的大事。你们为什么不照着去实行呢，去完成呢？这是第三转事行，所以自身的经历为进门，来加强弟子们呢信解修行的决心。佛说四谛法门呢，不会有这个三转十二行下的法轮，在弟子的修学四谛法门时呢，首先要呢如实知四谛，从四谛的自事项、四谛间的因果相关性、四谛的确实性、苦经时是苦等，从有因有缘是阶级，就是苦的；有因有缘是阶灭，就是道的。缘起啊，即灭归宗，知无常无我而流转法灭，进入甚深的精实性。这应该呢如实知，也较能呢知己应对的道是应修的，何苦灭应正的，以静知戒而去进行，最后呢才能达到以知一断一灭一修的无学位。然后呢苦集灭而得灭牌，在四谛的如实之戒啊，引起了戒地精时得到的问题。在四谛中呢体戒什么才能得净，也学者的根性呢修持方法的全行不同，分为呢定戒两派，在余戒、色戒、无色戒这三戒呢兴起能欲知的无戒解脱二道。观四谛十六行相，以十五行戒道，有的时候呢以十五行戒道是戒戒派，戒四谛得道是西北印度学派的主张，中南印度的学派呢是主张定界的皆地灭得道。当然呢这是呢千百年来的古老公案，要力是难以呢直接判断的。以现有的教书来参政，从佛法呢本源一味的戒地来说，皆四地应该是介入的。他这里呢误入缘起空寂性，也就是呢借地没得到是不一定矛盾的。经理比较说，没有切杀地的谢乖直接的体悟是不能的谢乖到地的。四地呢是介入的，要入呢这个推己的，这都是戒路戒境的缺境。但是第谢觉的圣戒圣戒圣性，也称为呢这个性境净性，不是呢进入四种精神体性。第呢是第圣地不倒的意思，所以呢是确知那四类价值而说的。如苦这些呢心思有为是无常的，不安稳的，是无我而不自在的，这是生死事实的苦迫性。令生生思心性必然无益，就是呢解苦地。烦恼与引生的受业是凝其生死，是生死不对兴起的精神原因，也就是后业的障碍性。心智心性必然无益，就是呢戒己。对了烦恼不起心时那种极静微妙处理的超越性，是没有任何细活于来者的自在性。心智心性不在泥火，便是呢戒灭。这八正道呢有了就是出离，没有了就不能处理。把净道的能相灭牌所必然的行即性
啊，能行自性性而不在泥后，就是呢皆道地。这种呢应地啊苦集灭道的确性无逆，是四类戒子的行自性性，当然是其号升起来应证的。但在无碍呢缘起空寂中呢，灭地的体界啊缘起的空寂性，就是呢性身广大无量无数永灭，这是呢超越缘起现代性的正法，本来是这样子，必然是这样子，普遍是这样子，这称为呢法性法住法界的。你见到了灭地，不是上面所说的戒子缺性，而是体界呢超越现代性的极灭性自身，这是平等不二的，没有是敌可说的。学长呢在静观缘起的极灭中啊，达到呢离爱无余啊，体界极灭性，这是呢得到四谛呢也当然进定。但在知界上呢应该应有引起的四谛意义，如一下子发界了保障，要一样一样的抵消一样，这是古代所说的一种抵消啊，定路戒路应该就是这样的。解灭地而进道，为古代无数学者所修敬的，是不能怀疑的事实。请思维呢，灭地的体界是极灭性自性的体界，与解四地的界四类戒子的趋性呢啊不同。底下呢一个呢颂文啊，叫这个发作之乎啊灭牌之，先得发作之后得灭牌之，一属其经史尽管发如是。在中道的尽管里边啊，有着一定的情绪，主要呢是先得发作之后得灭牌之。不为呢生莫说，不问如知不知，其知呢先知发住后知灭牌，这是惊讶的肯定比朗的。什么叫发住知，什么叫灭牌知，以七十七知经说啊，一切众生的生死缘起啊，现在是如实，过去未来也是如实的，都是有实因啊，因无名而后有呢悲苦如行的，绝不离这无因而能有悲苦的，这就是法住之。所以啊，法住之是对于因果缘起的决定之。这水浪呢是缘起如法的俗说法，而不能呢了解缘起的世俗现代性、简明安利性，这只是呢性结塞俄啊业古沙士等，就是世界的境界不能为之。但确实呢境界得到说必备的知见，经上教说若以实而乖缘起法的称缘而生称缘而灭，是镜像坏像离像灭像名灭牌之。这是呢从缘起的无常观中呢观一切法呢，如石火电光彩生即灭啊，生物从来灭无所止啊，其路呢法性即灭，这就是在无情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一即灭为路，有无常而入无我啊，其路呢即灭，这是呢杀情共法中主要的解脱法门。还有呢从空寂无相而起入的观明，所以呢法住之是流转是因果的必然性，灭牌之呢是法灭是因果的空寂性，法住之是生灭，灭牌之呢是不生灭，法住之呢是有为世俗，灭牌之呢是无为圣意，以属地的缘起因果然后呢起入呢缘起极灭的经史，这是解脱道中的净观法的必然经历。
一定呢是这样子，绝不例外的。说到这里呢，觉得佛教中呢没有一种错误的倾向，表示呢不做法坐之而打求涅槃之，特别呢必要涉及一把知识年老而求佛法的，对因果缘起的必然性、事德的价值决定查实呢并无需求，表达意味就早已经都知道了，而不想而不知呢梦都没有梦见过，却以为呢需要的是开悟，是明心见性，不知道啊没有修不清法度之涅槃时是不会泄起的。然后呢偏下呢物证啊，弄得一开口一下手好像呢不说说心说性啊，打修打净不可，于是呢就失去了误入的必要故情啊，空塔些心性啊，空有事理，弄得呢内外也不变了。过去的大德们呢啊，就要呢出令定牌心，因为呢孔爷的乐趣大学门门德在孟子呢之良知，就是祖师西来大矣，因此有的叫高差，东方圣人是心意，西方圣人是心意，好像呢儒家思想与佛法呢可以融通起来。其实呢罗门的大师啊，即便呢发过娱乐用过纯雅的功夫，有那位呢是确认杀死因果的，有那位呢从缘起的流转法门中呢去求境界的，有那位呢体积一切众生平等的，他们呢根本都没有杀死因果观念决定的法度之，必然呢是漂流于佛法的门外，理学大师呢都不能赞同佛法，而愿意呢出牙珠啊目的的态度来排斥佛法和老子的学说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与佛法没有境界，不是佛法的涅槃之，是以缘起因果的法度之而进修得来的。所以呢罗意味呢只要他心他性啊，或者呢说什么绝对精神之类的，意味呢就是最高的佛法，那就是出入呢极土，自该沦陷了。底下呢拜个颂文呢，静思下于业，下离于机灭，就是说呢无漏的八净道之是同时呢成就的。大家休息过程中呢有四谛引申的意义啊，从先后的引申来说，境界一号是净思维，是对境界啊所见的做更深入的正确思想思维啊，境界可说呢从文啊或者呢佛弟子文的或者经典文的来的废学，净思维呢是从圣思明白而来的这个废学，要境界的一定成就净性，要净性的一定要要求啊现实的倾向意向，所以呢从境界而来的净思是引发了下解脱的真实欲求，也就因此呢古来发以的净思维就净智或者净语，就是从无常的境界中引发呢净思而下于业啊，众生呢对于自我及世界是热爱着的啊，净思下于业就是呢看到一切是无常是苦，而对于呢名利啊权势恩爱怨等啊佛啊在佛的下，这是呢从相信因果中来的，所以呢由于世界能去用于呢为善，用于求精，而不像一般呢颓废的非善人生观什么也忍得住。从无我的净思维中呢下于离语，与无语之性语您不知哪走，我听到了弥漫的歌声，听来卫视呢不好听，可是呢秋风过耳
不经动情，歌声终了也不再屹立，如手走在空中的运动一样，毫无碍阻。从涅槃极美的静思中下一灭，心中的涅槃呢，下道行道，一切呢以这个为目标，在沙枣呢就表示了内行从世界而下来解脱，也就是真正的处理心。处理心呢贯彻了这个解脱道，把正道的始终不顾的是境界着重的知业、知离语、知灭而已。以下呢叫六支，都是像这些修习的。底下呢叫讲拜个圣文的境于业即命，境界亦为性，就是讲呢这个把正道的境界为净思维呢是废学。因为呢净思的要求是戒，非朗的引法净语净业及净梦在杀净道之呢，净语就不妄语、不良舌、不恶口呢，不绮语，合法的语言文字净业呢是不杀生不掏盗、不邪淫不淫语，合法的生意净梦是合法的经济生活，要正确的界地求净净求这个解脱生死，一定会表现出合法的行为。这沙枣呢都是以清净的戒学为体现的，在家弟子的正问是要有合法的职业，合理的取得钱财，在使用方面呢不可过于浪费也不可呢过于的欺凌，应该呢遵行佛说的中道生活。出家的弟子呢以下呢是要施主的性思生活，所以呢佛特别教诫出家人的净梦非邪梦。我先引呢于教经的一节来说明，进入于出家弟子的是净戒者，不得呢发卖贸易哀自铁者蓄人民奴婢出生，一些种子及住呢财宝皆当远离，都被火坑，不得呢杂伐草木坑土掘地，喝喝汤药几下凶吉，两官心属推不盈虚，历受计帅接受不应，皆生世事清净自活，不得参与世事，通知使命救赎歇药，极好贵人轻号谢骂皆不应走。但是担心敬业桥度，不得帮查瑕疵，血疑合众，于是供牙资料之走，去得共事，不得继续。是在列说呢是戒之下，底下呢就是一个颂文，师者执其戒，师者敬其心，周末两相情能打于彼岸，就是对于萨摩耶萨来的正道的合说修学解脱道呢，开始呢是先要呢静止其戒节，再就是呢静戒静思维，其次呢就是要清净他的行为，再就是呢静语静业及静梦，静语静业静思语静语静梦如双轴轴是能下切净的，不打又要两只脚还是要无病的能走的。这个境界为静思维呢如野木野木能借道路不打要野木，而且是呢要摇木没有呢生意借在近期不论要到什么地方，一定要认识目的地，认识道路，又要呢能一步一步的下前进。有了这两方面的相辅助行，才能达到目的地。一般的行路都是这样，何况呢下解脱道呢，这当然要琢磨相行，才能达到别涅槃。这说明了出世解脱法门呢
世界赛道也是这样啊，所以先要正确的见解清净的行为不可，否则呢不管你所修所净啊，绝无现实的可能如在火车里边的这个瞎子啊，有脚脖子呢有目不肯配合，或者是呢啊，瞎子脖子呢一个人那怎么能脱离火车的再化呢啊，所以境界是非常重要的。今天呢我们先说到这里，明天呢再说，大家跟我一起啊回想愿是功德，愿是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众生，我等众生，皆共求佛道，皆共求佛道，谢谢大家。